登山界的妈祖，千里眼跟顺风耳，他根本不服，你看连绳子都不服啊！我打妈都比你卡高了啊！你知道是谁拍的吗？我说是我的错，是你的，论剑亭还你取的。啊，你安尼烫架，你拍拢袂起啊？为了省钱，先按摩，所以为了按摩啊。每周日晚上九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第一电。